欢迎回到星海争霸的个人赛现场。接下来呢，我真的很不想说，但是我们的冠军赛好像变成韩国经典赛了。啊，非常非常的可惜啊。对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 Sam 其实真的是拼尽他的全力，我觉得今天也是有打出自己的风采。可是这样从头到尾，哇塞，他每一场呢都打这么长的时间，真的很耗体力。真的，而且他之前啊，就是在昨天他是飞到了那个上海，对，打了个表演赛之后又再飞回来，对，又再飞回来打，所以其实他真的。非常非常辛苦，是，而且听说昨天好像有跟九幺交手，是不是？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好像是。哦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九幺最近这运气不太好，难道是他把他的气全部都吸走了吗？传给了 Sam 吗？传给了 Sam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冠亚军呢是 Genius 要对上 TYO， 那我们所使用的第一张地图是破晓。那首先看到在我们破晓的一点钟方向，这个蓝色的神族，这个是，这是我们的 Genius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在地图的左下角7点钟的方向，对，他是我们红色的人类选手，他是我们的 Genius 的 TY， 是 TY 选手。其实这两个也算是来自于韩国不同的阵营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，我们的 TY 呢是来自于这个 Kespa 的体系下面的一个战队，叫 Gen 2战队。那 Gen 2战队它原本是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第八战队，那在前一阵子是这个终于啊，老终于是把它给卖掉了，因为它原本是属于 Kespa 直营的一个战队，那现在是卖给了 Gen 2这一家航空公司。对，那另外一边呢，则是这个阿祖布战队，它是属于这个 ESF 体系的。比如说星海争霸二一开始，我们大家如果比较 hardcore 的一些这个观众呢，应该就知道，就是我们在做的 GSL 最早的一个大型联赛啊 ，GSL。那 GSL 呢，就是由 ESF 这边来主办的。好，所以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韩国人之间的对决了。那首先看到的是人类家里呢已经是放下了自己的兵营哦，那这个兵营摆放的位置是有一点小小的奇特啊。对，要堵口也不堵口，对啊，要内缩也不像内缩啊，放在正中央，就给你看就对了。这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在神族这里呢，两个瓦斯厂都已经盖下去喽。是的，那这样目前看来，应该我们还是要看看到底有多少个工兵在采瓦斯。好，我们先看这边，右边是两个工兵采瓦斯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有可能应该就是我们的单兵好开二矿的一个打法。人类这边是派了一个 CV 太空工程车出去出巡了。嗯，是的。那应该是要，可是这个方向，看一下他们转弯啊、哦。好的，的确是往对手家里面走。那这样的话，应该也是看一下对手的这个二方时间点，顺便看一下家里面啊、家里面的一个瓦斯采集。对，那这边的细节一般来说，进去看一下啊，侦查一下，看一下大家第一个是就是多少只工业采瓦斯，第二个看的是他是不是第一时间出这个妈妈球啊，我们的母舰核心，因为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判断说，他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出，然后又是一大堆瓦斯留在那边手上都没有用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比较有可能会是一个野飞机场啊，或者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开局。那看来我们这一场呢，应该是一个正常打，就是单兵开二矿的一个打法。对，好，神族这边呢是已经在建造母舰核心，即将就要完成了，第二个主堡也放下去了。除了刚刚前面的狂战士之外呢，现在呢也是要立马在加工来做一个追猎。那反过头来，不知道人类家里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呢？对，人类目前来说啊，也是一个这个我们常讲的双倍开矿，就是先出大概一两支枪兵呢，把这个叫什么架，前来侦察的探测机先赶走，赶走之后他就放下他的这个的双倍。那双倍放完之后啊，他就开始采矿枪兵，然后呢再往上跑，这样子的一个开矿方式。好了，母舰核心现在是已经来到地图中央喽，但是他并没有继续往前进，只是驱离一下这个工兵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呢，目前都是打一个正常打拼实力的一个打法。好，神族这边选择的是 VR， 我们的机械制造厂已经盖下去喽。是的，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手这边也是放下了 VS， 那应该是要先来一个七枪三火的一个打法。哦，这个打法也是比较古早，因为现在一般的这不是阿吉的最爱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七枪三火其实以前是非常非常流行的，因为是不管打人类内战，
还是打神族呢，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打的。因为怎么讲，它是一个早期可以利用一个双线，而且呢一边又有火力，一边又有一个机动性，然后又可以对工兵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。但是由于啊，现在有更多的骚扰工具，像是我们的地雷啦，啊，像是我们的火车侠啦，啊，所以这个战术呢，就变成说相对来说啊，就稍微少了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家里面这时候在烧兄弟，哦，好，给等一个大炮牌，把对方给赶走，然后家里面这时候赶紧啊，趁机再把这个兵给补起来。是，好，我们有看到更多的火车去支援前线了，我们医疗艇也是在生产喽。对，现在这火车产量目前已经有四台了，家里面还有两台在出，这个已经要到六台了。哇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是非常有可能要直接要双线要搞死你了，不愧是我们的全太阳啊。是，就是爱喜欢多线的男人。对，就是爱打这种，就是喜欢偷你工兵就对了。是。阿范老师，喜欢多线的男人就会很骚吗？哦，这个可能要问 Sobe。 请谨慎回答哦。对，问 Sobe 比较清楚，我这个人非常的纯情，对吧？是。好，有可能是意识到呢全太阳要来这边空投了，所以我们看到追猎跟母舰核心呢都来到我们主矿腹地边缘了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哇，我们这个火车是长驱直入了。对，这时候看一下工兵，哇，这边杀了七只八只好多，哦，九只。好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火车基本上只损失了两台。好，背面再投，不愧全太阳继续烧。好，家里面母舰核心的大炮台还没好，不过啊，有神追猎在家也还好。所以我们看到刚刚的双线进攻呢，是总共杀了九只的探测机啊，哇，这四只火车竟然还可以平安返家，不简单。对，那这四台火车我们看看到时候会怎么样的运用。我觉得啊，这四台火车可能第一个它先做一个控制，第二个就是看看你什么时候开战况，因为开战况的那个时间点神族的兵力通常并不会太多，那这时候呢它就可以继续再往战况这边烧。那这个前提啊，当然就是你火车要先保证，然后要检查一下可能正面的兵力平衡。是，我们看到嘉玲呢这个战斗药剂是已经提升来到一半了，同时也刚刚开始啊提升我们陆地部队的一攻。这边看到赶紧把它驱离，这四台火车也没办法赚到任何东西。神族家里现在是要来盘踞上了，我们看到这个机械研究所是盖到一半了，那同时陆地部队的营工也是升到一半了。哇，人类这边又补了两个兵营，所以他总共是家里有几个兵营呢？哦，这个可能要看一下家里多少兵营，1、2、3、4、5个兵营。5个兵营。在报兵。在工兵的数量方面呢，我们看到人类是有42支工兵，而神族有47支，领先了5支工兵。对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目前的打针是已经要好了，一攻是稍微慢了一点，由于它是一个火车开局啊，所以它的一攻啊是稍微慢了一点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再补一个瓦斯，然后呢医疗船往前投，哎呦，顶正面了，啊，它的这个土堡。我们可以看到人类选手这时候它的三机就是直接顶在正面。对，三基地是直接顶在正面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太阳之后应该是分了两边，对，一船兵直接哇分在眼睛下面，这个直接在人家眼睛下面这个做空投，然后呢一船兵再往前顶。好，我们看到呢现在有一批主力部队呢是杀到我们神族的二矿门口了。对，他想要把对手部队勾下来，然后之后呢背面再投火车，不过由于眼睛看的，所以呢背面应该是有兵在帮我防守。对，不愧是同乡啊。对，火车投下来了，非常熟悉彼此的套路哦。是的，没错。好，直接打下，好，再往二矿穿，二矿这边没有防守吗？啊，有的，还有一个光炮。好，这守得非常非常好啊。好，这四台火车是被歼灭了。对，完全没有断到。不过全太阳利用了这一波的一个骚扰，也是把自己的三矿给开了出来。不过这个三矿我觉得倒是有点意外，为什么要顶正面呢？啊，这感觉是一般来说啊，人类选手会把三矿顶在正面，通常是打像什么机械化啦，或者架坦克之类的一个打法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必须要兼顾正面的情况之下，然后又要弥补自己的机动性的一个劣势，是这样，它才会顶在那边。我们看全太阳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？好，这边一波空投，大规模四船兵。这边家里面兵力并不是特别的够，看到兵力回救，对，满满四船的机枪兵加上胖胖哦，对，不过还好啊，这个也是及时赶到，大炮台一开啊，也赚不到什么东西，赶紧撤退。不过这时候还有小猫两三只，应该是有帮他守住吧。
应该是可以守住，但重点是能不能够逼退神族的三矿，感觉是有一些小困难哦。对对对，应该是没有办法啊。家里面这个部队也是非常非常近，而且旁边有一根水晶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二矿的入口。好，家里面继续投，要再次的空投了。对，右三就是全太阳最擅长的多线骚扰，往前一顶。好，家里面部队稍微有点少，不过全太阳也不敢冒进啊。对，我们看到这个狂战士的冲锋科技即将就要完成了，那我们闪电风暴，我们闪电科技也是来到了一半喽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全太阳目前呢是正面是直接不是出行星要塞，而是直接顶这个叫什么东西啊？西西叫什么？别紧张，别紧张。有时候常常忘记它的中文名字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珠宝就对了啊，珠宝就对了。VC。哦，对对对 ，BC 珠宝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优能特务学院是已经盖好咯，所以我们看到鬼子是开始在生产了。对对，这也是我们这个空投啊，人类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，他在空投的时候，他可以顺便做侦察，这个是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，就是你空投的，你不一定赚到东西，你只要看到东西，其实有时候就已经赚够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。神族选手出了一些闪电应该是完成研发了对吧？有，刚已经研发完成了，所以如果等一下我们这个机枪兵或是鬼子啊，射能够开的话，哇，那可能就完蛋喽。是的，就一命呼呼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边，本来想说闪电赛手希望无穷，可是他是直接合成白球了。对，那现在我们刚刚全太阳要不要选择直接开四矿？我是觉得是有机会可以开始，为什么？你知道，因为如果出闪电的选手，基本上他的推进火力是非常非常慢的，所以呢是我觉得有机会。如果有机会，家里面先放一个试试看。如果有钱的话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真的那选手其实是还是有点钱的。好，我们先看这波交战，闪电没有定下去，先保留一下，也不敢随便乱电。他刚刚是送掉了一只巨象，而现在人类又继续的往前压，家里是没有巨象，但是有三个白球。对，这白球输出是相当够的，我们可以看到狂战士而且两房是已经好了，三房正在提人类选手的火力。哦，这把电，哇，电得很扎实啊，点在胖胖身上。对，不过胖胖还蛮耐电的啊，蛮耐电的，家里可能用橡胶做的。那你看到一攻一防，那真是神族选手的攻防上面是有优势的，所以这波狂战对人类选手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抵挡啊。对，哇，其实我一直觉得全太阳把这个三矿顶在这里有点不可思议，因为如果神族选手这时候旁边点了一根水晶对吧，点了一根水晶看到这边有三矿，他这样的话他刷这个几只狂战士做骚扰的话，这个人类选手是非常非常难受的，非常难受的。好，我们看到现在呢，人类选手这边呢，我们的人口是领先20左右。那我们用这个围巾飞进去做一下探查，看一下家里到底还有什么科技，顺便能不能赚到这个母舰核心呢？对，而且这个在这边你抓这个直接抓这个巨象对吧？好，正面我们看一下，正面部队狂战士全部红血，但是还是打不死啊。这个攻防实在太高了，哎呀，哦，只能撤退，只能往后撤。现在人类家里也是赶快集起直追哦，再升这个二攻二防了。对，鬼子也是赶快出能量，赶快升。不过现在有一个优势啊，人类选手现在有一个，虽然说他实在是打不进去，对吧？但他有一个其实还蛮不错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医疗船，他保持得非常非常好。嗯。所以就代表说他到时候在整个补给能力上面是非常非常强的。对，如果说空有医疗艇，然后而且或者说他里面没有能量的话，就有点小糗了。对，完全没有办法补给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而且不只是这样，万一你的医疗船不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一打针就等于是整船自爆。对对，自己的部队就等好像中了 AOE 一样。这边是直接空降去，好，家里面再投。好，但是对手正面也要冲了，往后退。好，我们看到在神族的主矿这边呢，小雅下水饺了，但是家里已经有追猎喽，没有办法下了。是的，而且我看到一个闪电在防守，所以也不敢太冒险。对，因为一个反馈，大家一把闪电电下去的话，基本上这一场就准备很倒了。好，我们看到喜欢摇手指哦，这个泡泡神族，我们的 Genius 已经开了自己的四矿，来到我们地图的中央这里哦，距离人类的这个三矿是相当的靠近。对，二矿这边有一波兵船骚扰，但是这个工兵船是已经撤退掉了啊，哎呀，但是又跑回来了，好，这怎么回事？他可能觉得自己有大光炮，应该还 OK 啊，顶得住，打得完啊，还有一个叉叉。对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波总共杀了大概10只工兵左右吧。
哎，好像没有那么多，大概五六十公里左右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波圣殿部队继续集结。哇，鬼子数量非常非常多啊！我们看到鬼子数量是目前是已经来到了八只，而闪电兵的数量是来到十三只，啊，还是稍微多一点。而现在已经开始升级这个鬼子的隐形喽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狂的是直接绕过去顶对手的这个矿区，然后呢正面在另外一波部队牵扯。好，这个又是好来上下包夹了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应该会是破矿区，应该是会破矿区。哦，有是的，没有错，我们的狂战士现在是来到了人类的第四个主堡这里。对，现在背面失火，正面也在做交战，不过神族巡游应该是不会冒进的。好，这一个我们看一下维修修了起来吗？修了起来啊，还狂战士实在太多了啊，不过赶快来救，赶快来救，回救。对，两百血，差一点点红血，一百五，一百二。啊，修起来，修起来，应该修起来了。哇，这个是勉强修起来啊。不过神族选手也是趁机啊，把对手的部队给往后拖，让自己的四矿啊也是直接给开了出来。对，但我们的人类现在是已经满两百喽。对，是的，而且我们神族选手基本上也是差不多，现在在一百八十四人口。然后我们现在闪电以及巨象部队还有白球都已经成型了，三 A O E 部队成型了，现在人类是非常非常难受啊。好，先拆鬼子塔，先开鬼子塔。然后狂战士，哎，有人不错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神族是把他自己的正面部队呢，赶快往回拉哦。其实这个时候呢，严格来讲算是神族的攻防是稍稍占优势，因为它是二攻三防，而人类是二攻二防，我们的三攻三防还没有升级完毕。对，但三攻也快要好了。那目前哦，现在这个哇，很聪明哦，这下再来做包夹了，那直接做包夹，正面一波，小心啊！正面一波狂战，背面直接主力部队一起上，哇，剩下一只鬼子了。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那它还有能量，继续电，再电，哇，再电。灾电是，真的是闪电在手，希望无穷哦。我们看到刚刚这个会战呢，双方都掉了五十多个人口，但是还是一个持平的状况。对，我们看到金姐真的是头脑非常非常的聪明啊，他是直接往后退，然后假装要撤退吧，结果 T Y 的部队正面一闯，结果没想到啊，我们这一个神族选手居然是躲在后面了啊，准备要来包夹你。好，现在我们的局势。就稍微稳定了一下，继续爆兵。神族选手目前是已经来到了181人口，而人类选手目前只有155，还并不是特别多。嗯，而且 Genius 是来到这个地图的差不多五点钟方向这边呢，又偷偷开了一个矿区咯，现在在拆中间的雪山隧道。要顶了。对，我们看到刚刚这个直接有没有直接刷了一波这个白球出来，基本上就等于是说宣告说我就是要往前顶了。好，继续再刷大量的白球，再刷大量的白球，三攻一毫，三攻一毫。现在军舰是应该在等三攻 timing， 三攻一毫就要马上来。再三秒钟，再三秒钟，是的，而且后面又有五个白球，所以总计是十颗，要一起往前压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好，往前进，往前进。那 T Y 目前好像有空投吗？好，那不管了，看正面 T Y 正面目前好像已经扛不住了。啊，三攻直接顶飞，只能往回归家里面了。TY 目前是在三矿这边是被拆了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神族是绕过来，绕到本来应该是三矿的四矿。对，好 ，TY 的空投也终于放了下来，这边右下角。但这个矿区送你根本就没差啊。对，右下角边矿，然后主家一边矿，哇，这个电的好痛，哇，全倒了一半了、啊、这个。刚刚你杀我十八只探测机，是不是？我光是用我的两把电呢，应该就赚回来了吧？对，主家那边不知道打得怎么样，内传空投其实也是趁着军舰的部队往前进的时候悄悄的过来打，家里面应该是也拆掉了一些东西啊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军舰TY 的部队也是往三矿这边走，那主家这边部队应该也是拆到相当多的水晶。好，然后三矿这边再拆一些工兵，我们看下工兵的击杀数量是已经来到了31-29。对，这边应该是顶了十几只。好，但是因为由于矿战现在已经攻防是已经起来了，现在有水晶的情况之下，直接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是，其实现在双方呢残存呢、啊、剩余的这工兵数量是差不多，人类是57只，而神族是53只。对，现在虽然说我们的神族选手感觉好像优势很大，但是还是要小心，因为它的闪电的数量现在已经比较少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医疗船数量还是有一些，所以在整个如果在打消耗战的情况之下，啊，其实人类选手是怕你打消耗战，也都不怕，就至少打消耗战对吧？我有资本跟你打消耗战。
这胖胖好孤单，他一个人在那边打那个第二个主堡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人类的二矿门口这里，记得好多白球，好多白球，不过也相当的卡，很多白球表示你这个打不进去啊。好，那白球死的相当多，不过 T Y 的部队由于出兵点也是被占了，目前兵力也是输上来，只是那么一点啊。对，我们看到现在的我们人类人口是直落，已经落后40左右了。我们的神族是继续的往前压。好的，哇，这是样最后一小步部队了，最后一小步，好 ，SCV 全部拉出来，真的是全家到手，大小一起来打喽。对，因为其实人类选手有把神族选手的经济是打掉了一些，所以呢，他还是想要拼命看最后一波，看看能不能够再把这一波部队给吃掉。哦，我们现在，哎呀，巨象剩一点点，48滴血啊！红血的巨象，但是我们看到人类剩下38个人口，最后只好打出了狙击。哎，可惜了。不过我觉得 T Y 的最后一个这个精神有没有？我觉得他其实也知道打掉神族的一些这个经济。是。那如果他能够把这波部队吃掉的话，那他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这个就是他可能永远不要放弃任何一场比赛。是。这样讲的。其实你要说的是他效仿我们的好哥哥，对不对？向我们的好哥哥致敬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请大家要记得回来。